今天是2015年7月1号，然后陈嘉祥带了12位的贵宾，从藻平车站要离开到阿里山的车站。藻平车站海拔2216公尺，外面现在飘着小雨。这我们刚好现在坐的这一步是阿里山最有棒的叫快木火车厢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呢，从海拔一直要从车厢要走这边离开喽。拜拜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:15，班次48号班次。
一下这罐茶，你会让你更紧张。那么待会下课的时候，就旅客不要忘记随身携带的行李。